放心。 去了，啊！这个怎么办啊？赵子龙，赵子龙，快点！必须冷静，千头万绪都在眼前这个人身上。 把法力注入他经脉看看，先确定心灯在哪儿。你给我仔细走！官兵来了，你快点！在做什么？我在这。在做啥？武官人等一律退避。这武军，这是什么地方？你施兰？你施兰是什么地方？ 半夜三更，放着受伤的手下不管，跑去侠妓，你究竟有没有上进心？我是去捉妖，长安城内有妖，我亲眼所见。哪来的妖？你还执迷不悟？你要不是我表弟，我都懒得管你。整天不务正业，败光家产买了这么一把破剑，还说要斩妖除魔，继承嫡公之志。我看别人没说错。
你就是一个草包，简直丢尽了祖先的颜面！你给我好好反省！来这干什么？哼！逛妓院被赶出来，你可真是长脸！我没有逛妓院。你大可盘问在场之人，看我有没有说谎。妖在何处？你倒是找给我看看呐！你倒是让陛下看看，让长安百姓看看。苏问题，你会看清。哼！是你，妖怪！还我清白！他是凡人，别杀助手！这下怎么办？我闯的祸，我来道歉吧。起床啦！这是哪家的信啊？快出手！要不先统一口径。就说他们中暑晕倒了，好主意。那我们这就出去，该做什么做什么。待他们醒了，问声：“长史，您醒了。”其他事一概不知。我都听见了。今日的误会，归根到底，长史你不该没问明白就动手。我怎么知道？这次害我丢官职，还被百姓嘲笑，如今又有谁为我洗清冤屈？啊？为什么？是连升良嫔。你过来，我问你三句话，我这是一笔勾销。那夜，你是不是在小巷内与我交手？是。我晕倒后，你将我带去了哪儿？李诗兰，我有没有做什么？没有。外头都说我是……你们都出去。长史，长史。既然群魔司已复起，那我们要做什么呀？自然是驱魔除妖。除妖？我知道一个，就在长安城内。好，捉妖这种事情很容易引起骚乱，长史，你可有办法？这世上有没有什么法术，能让人忘掉一些事情？若办案的时候奸笑的百姓，便可用来善后。对了，西域有一种离魂花，吸出的离魂花粉能让闻过的人忘掉当前发生之事。不过我也不知道哪里能找到。聚宝庄，长安最大的黑市，领头人是西域商人汉国兰，说不定会有离魂花粉。好，那我们便去聚宝庄走一趟。不知他们去了这么久，有没有找到离魂花粉？长史，离魂花粉找到了。啊，在哪儿？在这儿。
聚宝庄也太黑了，四两离魂花粉要3200两白银。四，正是，要不你把钱掏了。公家主，届时我向朝廷申请拨款，有了这离魂花粉，日后办案就放心了。有案子了？大理寺送来的陈案，如果是人命案，就得立即行动了。郑重起见，我特意等大家回来一起宣读驱魔司第一案。各位听好了，9月初5，秦夫人府。常识。秦夫人府大宁房走失一只大月之白犬猫。狮子猫啊，丑猫。贵妃及秦妃一张是倒点水，这脸色便是不好了。我这就去。张氏，喝点水避气着，千万要放宽心。来，张氏，慢点喝，别呛着。张氏，张氏，找猫是吧？冷静啊，不慌。难呢，船这么大，要怎么找啊？嘘，要不给张氏闻点离魂花粉？不接。只是主人太甚。当时，你真的相信这里有很多猫啊？找了一天都没线索，哎，有运气吧。当时，我饿了。哎，包子。啊，狮子猫。我们是猴子。原来是你啊，谢谢了。这下是了吧？这种猫昂贵，找遍长安，不会再有第二只。追！张氏，等等我。在下面。李景龙的厮看你已经被参了一半，晚上出不来，我抓到了，白天来看。还是大人疼静云。大人，静云好想念胡统领啊。龙武军总统领胡生，龙武军军区司令大总在这。我的宝贝儿，这想死我了。静云也想大人了。宝贝儿，讨厌。来来来来，陪爷喝一个。大人好样啊。好。哎呀，来，让我亲一个啊！都这个时辰了，哎，这就走了，改天啊，再来看你啊！那我送你。哎呀，走。狮子猫终于找到了，那这床底下的干尸怎么办？先回驱魔寺，再搓鸡。来来来！妖气，长安妖气很重，尤其是倚石兰、大明宫、兴庆宫，你们可知倚石兰藏了什么妖？
不知道。若妖物有意收敛自身妖气，我们也很难判定。除非他们自露马脚。那怎么办？看来只有深入其中，打草惊蛇了。切记，不可伤及无辜，也不能有漏网之鱼。胡军，看装扮，像附近赶考的读书人。到底什么妖，才要吸人精血修炼？把你给我锁掉。你与末日根定性重任，不要放过任何细节。还有，随时放飞刀。我只剩三把飞刀了。放心，一定能收回来，包括你丢的那把。惊慌失色，哪几个人？往缙云的房间里头看。中了！跟着飞刀，别让他们跑了。张氏，你的剑。这是你刚指的位置吗？嗯，怎么了？我知道了，这边妖法能感应妖气，要么就是能感应飞刀，他在绕圈，我们分开行动。嗯，嘿。岂是你肆虐之地？
人族之地等这个莫尔根，李校尉，赵子龙何在？用离魂花粉，没了。你是什么？1200两，一次就没了。你们吸了3两半，还只剩8千，我已经很省了。罢了。诸位，今夜之事除了胡统领，谁都不能说。明日，我亲自去龙武军禀告。是阿泰他们，走。撤。胡杨呢？我用火球伤了他，结果他跳进皇宫了。皇宫重地，我俩不敢冒进，这不等长史来了商量。狐妖兵分两路，东市那只来吸引我们的注意，给这只创造救援机会。看来援兵在皇宫。你们俩是故意放过狐妖的。可惜他瞅准了咱们不敢在皇宫放肆，二是不会再带路了。那怎么办？我飞刀还在他身上呢。不行，这弓太微弱了。这声音，莫尔根，借你弓一用。这怎么能射中？会把飞刀找回来。咱们是不是应该先把狐妖捡回来？我是不是该让胡统领看看你如今的模样？缙云，缙云，屠鹰，紫萤，祖籍信阳，年方16，同乡三人结伴来到长安。哼，你若只是天地间一灵物，我顶多就是将你逐出长安。可是你们为什么要杀人呢？尸体是谁？又是谁杀了他？说。要么把他杀了吧。结案吧。永思，你写成文。明早我递交杨相，今日
先把他交给胡生，也算给龙武军有个交代。送到龙武军监听动向，比在皇宫大海捞针般的查一只妖要简单多了。胡生要是不信怎么办啊？狐妖若不开口，一般都不会信吧？胡生肯定会信。嗯，你说他是妖怪？是狐妖，就是你常去光顾的那位缙云。胡言乱语！李景龙，你信不信由你。这妖怪我交给你了。届时以石兰三女失踪案发，大理寺总会查到你身上。我与缙云的事知者甚多，若被大理寺传上，少不了麻烦。若承认这就是缙云，当着众人的面一斩。哼，好啊，李景龙，从前还真小觑你了。行，大理寺若找来，便由本官解释。下官告辞。胡统领，对不起。飞鸥，他们让你来杀我。有我在，谁也动不了你。殿试，大敌当前，你实在不应为我耗费修为。无妨，我们今晚便远走高飞。自先帝高宗起，大明宫便是历代帝王听政之所，被视为帝国的象征。擅闯皇宫，恐怕整个驱魔司都难逃罪责。但若任由妖怪逃窜，必贻害长安。当今陛下偏爱早年居住的兴庆宫，极少来此，平日只有数百人看顾。要是能尽快制敌，闯。闯！
你为什么？李景龙，你有心爱之人吗？即使你们若杀不死我，来世我定让你心爱之人生不如死。可惜，你没有这个机会了。金军找来了，是不是？哪怕是死，我也要你陪葬。给他们闻点雷魂花粉。罢了，说不清今夜之事，他们会掉脑袋的。我来处理。下月初五，去摩斯斋匾。什么？李景龙，我信世间有妖，也信你的为人，但有些事注定难遂人意。你既然继承了狄公的这把剑，总该知道韬光养晦之理。想家了。嗯，但我也喜欢驱魔司。长史，长史，既然驱魔司已复起，那我们要做什么呀？自然是驱魔除妖。即便驱魔司关闭，也要除掉妖王。绝不能让他祸害天宝。长史，也给我配点安神药吧。是不是又被我坑惨了？你不懂，凡人活着是很苦的。对，凡人很苦。都说驱魔师，为何不说驱妖师？妖我见过了，可魔又在哪？妖魔妖魔，妖是山野精怪，
魔就是万物戾气与痛苦，人间苦痛，生老病死，怨憎会，爱别离，求不得，五蕴盛，这些痛苦和戾气会散入天地气脉中，被冥冥中的力量净化。可当它超过天地的净化范围，戾气就会在人间聚集，成为魔。驱魔师的责任就是驱散神州大地苦痛，驱逐万物心魔，驱散今年魔障，净化人间。也许这就是狄公所言神州的结束吧。你不高兴？难道他们让你赔钱了？我还有。不够的，我再想办法。找你们的皇帝呢？宫殿是他的，只要他答应就行了吧？对呀，但如何能赶在下月初五前取得陛下的信任呢？那我再想想，这案还没结，皇宫还有妖。药好香。啊，放多了。今天继续查案，其他的事我来处理。妖怪都死了，不算结案吗？还有疑点，狐妖烧毁干尸的原因还未查清，狐妖曾提到殿试，待明年殿试后，便让李景龙死无葬身之地。殿试关乎天宝国运，妖族的谋划绝不简单。无论如何，这案子都得查下去，就从长安考生入手。八太莫日根，去平康里打听青楼作乐的书生。永思红俊去国子监，那里是考生聚集之地。那你呢？国子监有狐妖？嗯，粗略估计，不下100。啊！另外，以诗兰那具干尸，生前应该是国子监考生，但是被狐妖谋害后顶替了身份。嗯，木日根，你们呢？平康里的青楼查了一遍，没发现狐妖，那三只是一年前来的。那么过程很明显了。等等，对我还不太明显。以目前的推断，自一年前起，大批狐妖入住长安，先来的三只进了文人最爱逛的以诗兰。考生来此被吸干后，便有狐妖化形顶替他。所以国子监内狐妖化形的考生越来越多，死去的考生成为干尸被处理掉。那床下的干尸，也许是心死之人，也许是禁淫忘了处理，总之被咱们误打误撞发现，这也是狐妖拼命烧掉干尸的原因。狐妖若想进入官场，必须通过会试。所以朝中有人泄题，既能接触考题，又手眼通天，会是谁呢？除掉狐妖后，主使人总会出面。红俊，你的最后一把飞刀也许就在他手中。科举关乎国运，乃国之根本，若狐妖通过会试，很快就会占据官场，到时候整个长安城就成了妖族之地。所以绝不能让狐妖扰乱考场，必须在开考前除掉他们。五天后驱魔司就会被解散，那时就更难揭穿妖族的阴谋了。距离开考尚有5日，得在国子监动手了。狐妖混迹于考生中，我们不能贸然行动，得尽快查清哪些考生是狐妖所化。考期临近，各地举子云聚于此，足有2000余种，少说也要2日才能排查完。这几晚我会盯紧国子监，以免有异变。你们先休息，明日一早进国子监查药。下一个，等一下。以前没见过你们啊。大人，我们是新来的。新来的。高将军亲自视察，
应该不希望看到学子们都喝不到一杯清茶吧。就是。大人，我们的令牌有问题吗？将军请，请，请。行了，进去吧，进去吧。老家，来来来，送水了。这剑族能准确感知妖气，可以用它来辨别是人是妖。一、二，若是妖，我便用石斧、三角便做标记。四。谢谢。看来总共有266只狐狸。长史，万一他们不喝怎么办？今早我让莫日根给国子监的早饭加了近40成盐，就是为防万一。怪不得你起那么早。好了，走吧。站住。李景龙，你为何在此？徐摩斯执行公务，无关人等一律退避。李景龙，你干什么？高将军，驱魔司调查青楼干尸案，发现有3只狐妖作祟，他们专挑考生下手，将其吸干后便让同族化形参加科举，共有266名狐妖冒充身份混入。他们的目的就是占据朝堂，谋夺长安。你太胡言。李景龙擅闯考场，论罪当诛，你自己抗命不怕死，你的这些下属也要跟着你死罪。你忘了驱魔司已经被下令解散啊？长史，不是说我们在大明宫立了大功要重重奖励吗？长史，都是假的，驱魔司3天后就要被解散了。看来上次不仅没立功，反倒把驱魔司赔了进去。所以我们现在该把他们全部赶出去。李景龙就地擒拿。这位老太监先生。您不是说驱魔司还有3天后解散吗？也就是说今天驱魔司还在职责期内，我们必须执行任务。只要驱魔司没解散，你就是我们的长史。会是罪不可赦，把他们就地诛杀。是是。狐妖捉了，妖牌衣服取上，取下一件。哎呦啊！等等，绝不能等。高将军，参加科举的竟是一群狐狸，来日官场全是妖，你万点不怕？哼！啊！给我也踹一扇呗！踹吧！妖术，李兴龙，这是你的妖术。
李景龙，你存心报复？陛下驾到！他就是天宝皇帝，我必须得到他的支持。这就是紫微星造福的人间天子，可为何眉宇间隐有黑气？禀报陛下，高将军正在协助驱魔司缉拿狐妖。果真如此？是是，好你个李景龙！我若否认，这些狐狸任凭我如何解释，都难逃渎职之罪。若是承认，便是认同长安有妖，驱魔司解散之事就无从说起。但臣也不知道为何。还有多少？回禀陛下，共266只，全部给朕揪出来。是。臣替红俊为这只狐妖求个情，他并未害过人。罢了，你拿主意便是。若非亲见，朕恐怕一辈子也不会相信，竟会有这等荒唐事。陛下，狐妖已被送至广场，现由驱魔司看守，等候陛下发落。烧！鲜血炼化而成的魔魔，难怪血案现场的血充满了戾气。血罗炼血而化生，饮血而唤醒。此血术耗费无数凡人鲜血，过程中每一滴血的注入，都能令他拥有一分化身为人之力。所以他能变成长史，是曾取过长史的血。可妖怪为何要费尽心力炼化他呢？除非妖怪某种计划的关键就在于血罗的能力。妖怪想让血罗变成谁？不要！
住手！牙子，看好他们，别让人死了。雪罗，我们走。邱永慈的法力就能恢复，便可与妖怪一战。虎妖带血楼匆匆离开，定是有了变故，恐怕他会对陛下提前下手。
诸魔祭苍穹，盛世长安月朦胧，世间冷暖情自在，天地苍生唯念行。天狐，为何你只有八尾？知道我的一条尾巴是被谁断去的吗？若非孔宣。
江山，若将是妖族殿下，我在长安等着你们。风越来越大了。 倒霉的都一定是我，你挡你挡你挡！挡血龙，倒霉的都一定是我。我感觉有些不大对劲。每当你有这种感觉的时候，接下来倒霉的都一定是我。我感觉有些不大对劲。每当你有这种感觉的时候，接下来倒霉的都一定是我。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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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接下来
有救了，接下来找到红药救出贵妃。
巫妖要凭红雨扩在妖力，血楼不会离他太远，巫妖定在附近。吴青云，妖王何在？如今我就是妖王。黑蛟那废物早跑了，等着吧，天宝精神快完了，你们都会死。狐妖神色有异，妖王是真的以为，还是另有预谋？吴青云，你枉杀凡人，作恶多端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。我的死期，我的死期，那你倒是让我死在这儿啊！这。我可不想被烤鱼。美人，你没事吧？周祖，其他人呢？他们和大军在一起，一直往这边赶来。玉儿，带他走。我先杀了你。上去，红军，这下省得我到处去找，今天都得死在这里。不要，黑蛟究竟在何处？速速束手就擒，镇龙塔下才是他的归宿。不要，白鹿被你们抓去了哪儿？哼，原来都是有备而来。降龙仙尊塔下逃出的蛟龙，守梦的白鹿，孔宣之死。孔宣，那就看看驱魔司究竟有几分能耐。啊，他的汇聚长安妖气想拼死一战。拦住他。我来截住妖气。你人，
就是现在！复生，时间利器必将回去人间。最近怎么样？你的胳膊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小伤而已。再说小时候也常摔到腿上流血。来了人间这么久，还是这般不着调。这不是好了吗？爹，你怎么来人间了？我来带你回家。境界不能算妖怪了，他能看穿我的内心，
不错，没想到新灯竟被我那小侄儿错付给了你这凡人。您是红俊的叔父？不必担心，门外之人是我的挚友北海昆神，他能预见你的未来。世间万物因一念而生，也因一念而灭。驱魔司长史李景龙，久仰了在下袁坤。不知两位来驱魔司有何要事？我将新灯交于青雄，本是要归还陈家，如今既已到了你体内，也算是命中注定，我便来受你护持心脉之法。待黑蛟复生天魔，或许你会是一个转机。天翻地覆，桑田沧海，都在这一念里。此符可护你心脉。李景龙，天宝十四年，也即一载后，须得谨慎行事。记住，你欠我一具尸体和一个魂魄。时间到，我自己来取。谁的尸体？放心，总之不会让你去杀人。雏鸟离巢，天经地义。崇明，你何必非要逼着红俊选择？红俊，长安之事刚平息，西北又起祸乱。刑部尚书温佑，兵部尚书樊神，什么人能让两位三品大员如此恭敬？这已经是本月接获的第四起军报了吧？这声音，景龙，好久不见。本想追随殿下前往西北征战，可惜当时被派入龙武军中驻守京师，未能赶上。如今你重建驱魔司，终不负敌公之志，今日请你前来是有要事相商。樊尚书，沙州、瓜州、宿州三地一月内连屠四城，俱是夜里奏袭，且来无影去无踪，所过之地尽成废墟，死者已逾十万。殿下怀疑此事与妖有关，容臣冒昧，请问城中被屠士兵遭到什么武器的袭击？葛树汉将军麾下排查已久，根本找不到任何线索。城中主要的掠夺目的是什么？城中财帛粮食已应秋毫无犯，大理寺对此简直百思不得其解。这么大一座城，竟无人能逃出来。老幼妇孺尽数被杀，而青壮年士兵一夜之间通通消失，再无痕迹。朝廷对此事如何说？杨相已秦军归城，眼下军报正压在他手上，他认为是乌虎军入宫前大肆劫掠。若是乌虎人，怎能不动城中财产？但若说是妖，现在也不好判断，得去当地看看。乌虎使者开船将抵达长安，两个半月内若再拿不到证据，杨相便将考虑对
无辜用兵，届时不知又有多少百姓将遭受战乱之苦。景龙，这次要全仰仗你了。臣定不负殿下所托。这有我手谕一封，到河西后先去凉州府找哥舒翰将军。臣这便启程前往凉州。殿下，当真要让驱魔司进入河西军政？哥舒翰将军可？驱魔司这把利刃若是用好，定能切断哥舒翰和杨国忠的关系。毕竟十万军民在边关仍是一件大事。身剩下的符咒护住了我的心脉。他们好像撤了。这些都是死人。汉时的铠甲。铠甲是汉时的铠甲，人也是汉时的人，或者说是尸。边塞四城被屠，或许与这些古尸有关。李长史，百姓已尽数撤离，士兵已按照你的吩咐把东西都准备好了。再等一会儿，西平郡王应该也能带援兵赶到。我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。李长史，你什么意思？没有红军在，待会万一尸鬼军还没到，西平郡王先到了，我就只好逃了。千万别啊！这得有多少人？咱们只有一百人，怎么办？这是尸鬼军。
牵制尸鬼的时间越长，百姓就能跑得更远。此剑须得激起士气。耳根，长史，怎么是你？别动手，自己人！快跑！怪我们要来攻城了！发光了！听我号令，箭矢一出，大家就撤退。一起行事。将火油洒在屋内各处。好。被毛仲通一指挥，懂得绕过陷阱。还有，张石，爹，雪儿，红军，我
背后是敌人，来抓你的，安琪啊！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我来跟郡王说明。莫日根，玉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受伤了？哎，你又是谁？三军听令，保持队形，停止行军。是。撤！李兴龙，居然还敢跑到老夫面前！你们没有准备，打不过的。去。尽快回撤凉州啊！来不及了，现在回撤，反而会把他们带到凉州城的。此次所带兵马有限，正面作战与我军不利。军听令，随我西撤。撤！
这侍卫首领居然是个刚毅的美男子。这个声音是那把剑发出来的。小心周围，他在用那把剑操控尸鬼。尸鬼军中抓人，保住凉州，简直不自量力。去帮忙蛰伏长安的九尾狐王乌奇雨，可就死在这伙驱魔师手中。我们要做的是让这座城充满无尽的戾气。只有杀戮才能滋生更多的戾气。这些戾气会让长时间噩梦中的尸鬼更加疯狂。快走，敌人快把这里包围了。凉州将会成为一座尸鬼城。是聚集，没有妖怪，惊惧尸鬼屠城，来聚集更多的力气。还要这么多力气做什么？力气似乎能影响尸鬼首领。红军，红军，八百多年前，那正是汉室。对，他的棺前刻有大汉，还有刘飞。难道是江都王刘飞？张雪，你知道他？此人乃汉室王族，十五岁率部参与平定吴楚之乱，以鞠躬得赐天子旌旗，获封江都王，后为大汉镇守吴地27年，直至病逝。这样的人，怎么会戕害无辜的军民？原来在我梦中求救的人就是他。难道他是被操控的？刘飞身
上的戾气更重了。以刘飞的身手和能耐，能够操控他的绝非寻常妖怪。红军，你说过若戾气在人间聚集，就会成为魔。难道主使者操控刘飞及尸鬼军屠城，是要收集戾气来炼化魔？我要耗费成百上千凡人炼化的血魔，咱们都险些应付不了。那么用凉州数十万生命炼化的魔，其实不仅驱魔司难以抗衡，怕是整个人间都将沦为炼狱。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都一定要阻止他。尽快抓住刘飞，才能中断戾气。红军，掩护突围。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都一定要阻止他。戾气已经让他开始发狂了，既然凭着爱心的遗迹也要杀了我。糟糕，鲲身剩下的符印快撑不住了，心脉正在被心灯所噬。张师，小心！想见Yeah!
将士听令，诛杀城内妖魔，收我神州疆土。